前地位歌手来了 ，YouTube 最高观看次数210万人。他现在订阅就300,000订阅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网络上他的 cover 片段。甜美歌声，现已300,000订阅的 YouTuber， 带来不同以往的 cover， 会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好的，带来怎么说我不爱你。尽量为什么很难？请问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他听太多歌了，会 confuse。那个刚刚开口的时候，在 A 段的时候，咬字有点酒令的感觉，酒令那种断字的感觉，我觉得蛮他的咬字蛮特别。哦，那整个副歌呢，我会觉得他的声音其实很 modern， 还蛮新，而且有一点甜甜甜的声音，对，甜甜的声音。对，那外貌又有点像 NONO。你说女生那个孤婉语，哎，孤婉语，孤婉语很正，那很漂亮，孤婉语啦，哎，漂亮漂亮，谢谢谢谢，加点哭哎，像孤婉语有什么不好？我说内讧，孤婉语那不要乱讲话，两光男孩，今天有带鸡排来吗？翻改啦，好不好？孤婉语没有，没有卖豆花，你在哪里卖豆花？没有啦，我乱讲而已啦。豆，哎，豆花。Thank you.